欠我嘞，还要赔给你。晚日里也并不是没有陪着，见柳娘在房里睡的比平时还熟。我同柳儿这般大的时候，爹早将我从床上拖到桌边读书。他常说，君子当以经纶为始，又以记名为大德。那时我一心贪玩，只念着锦衣华食。要是能看见就好了。往常不曾想过，我是否成了爹口中的君子。如今我到了他那般教训我时的年纪，我们和他看的是同一轮月的，天上的月亮亮着，你心里的月亮就亮着，他在天上照着你，你啊就照着柳儿。那些亲戚有名字吗？是祖先，也是神。我们也是他。我给他。